这里，然后整个围住他。禀李敬业将军，骆宾王袁金剑求见。好，快快有请。是。李将军，李将军，二位辛苦了。匡扶王室匹夫有责，不劳因公过奖。袁义士，太湖义军是否已经临近润州？正是。那就有劳义士速返军中，为我匡扶府先锋攻打润州。为何攻打润州？根据术士占卜，金陵根据术士占卜，金陵为太极阳位，是东都阴位克位，故要先攻润长二州，直取金陵，占阳灭阴，一举除灭武士，匡扶王室。原来如此。军令如山，袁军舰告辞。李将军，骆宾王既为济士，自当随先锋出征润州。正该如此。预祝二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告辞。敬。李思文叩见太后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身吧。谢太后。李思文，罪臣在。我准你着履佩剑上殿。罪臣失于家教，导致出了叛逆之臣，罪臣罪该万死，何敢再受天恩荣宠。狄仁杰在。扶李思文平身吧。李思文大人，奉诏吧。罪臣谢陛下隆恩。是啊，万料不到英国公李绩之家竟然出了徐敬业这等不孝子孙。可是如果没有李思文，你在得悉徐敬业在扬州密谋举事的当晚紧急奏告朝廷，那这个小英国公徐敬业还真会让朝廷措手不及呢。李思文，你功莫大焉。罪臣九族该诛啊。但更应功过分明。狄仁杰在。奏来。据报，徐敬业声称太子李贤并未死去，这次扬州举事是奉太子李贤口谕匡扶设计。贤儿未死，已查明是容貌相似故太子李贤者，徐敬业假作拥戴以方便号令天下。以假言能久遍天下吗？奏。昨夜急报传回，说徐敬业准备后日誓师攻打常州润州。不直攻洛阳。据报，薛仲章对徐敬业说，金陵有王气，应据金陵为霸基北伐中原。哈哈哈哈哈哈，金陵有王气，哈哈哈哈哈。看来匡扶设计是假，征王图霸是真呐。下诏着新任扬州道大总管李孝义率所部300,000大军，与江南道大总管黑池长治之军合兼叛军。徐
徐敬业与则天太后光宅元年九月丁丑举事，至本月壬辰，仅十六日，以元军舰太湖义军为先锋，攻陷润州，向常州推进，朝野震动。下手吗？我让你停下来了吗？可是太监正给太后理病呢。哼，理病又怎么样？挡住耳朵了呀。四相关婉儿，你以为这天下真的有人能挡得住我的双耳，蒙得住我的双眼？奴婢可是一片好心。好好好，我知道现在正在众议处，你这是卖关子。说吧，你要讨什么赏，明说。奴婢要……哎，慢来慢来，可不能养成你这勒索的坏习惯。你先朗诵来，到时候我们再依制论赏。大人口中无戏言啊。四丫头，哼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先说断后不乱嘛。快念。奴婢奉诏。攀藤招异客，宴桂携幽情，水中看树影，风里听松声。水中看树影，风里听松声。不错不错，真不愧是上官仪的孙女儿啊。赏啊。这礼宾饭还在耳边摆着呢，就不能稍等一下讨赏吗？等不及了。我也不想欠小孩子的账，说吧，你要什么赏，容你漫天喊价。那奴婢就不客气了。讨啊。神都。啊，哎呦，这妮子真该死，要神都。这不是你在讨赏吧？太平五三司敬业太后。李斌，儿臣太平。直臣武三思敬业太后陛下。母后，叛贼已于两天前攻陷润州，眼看锋芒所指就在神都，上官婉儿讨赏是假，儿臣提醒母后万不能再依靠裴炎等人谋划平叛大计了。如果再依靠信任裴炎等人，神都就真是危在旦夕了。是啊，徐敬业要凭据金陵夺我神都。太后都知道了。我不准后弃干政的诏令你们都忘记了？可是贼势猖獗，直臣不敢不奏啊。太后，奴婢请太平公主和武三思殿下是前来保赏的。保赏？怕太后赖账啊。我不会赖账，只是这天下真有人意在东都，光我答应还不行。太后。太后。
我还要问我在上阳宫柱上所悬的三尺龙泉宝剑。狄大人，狄大人，好，狄大人，是为润州失陷而来吧？为裴大人而来。好，责怪裴炎不及时讨论评判方案。裴炎为顾命大臣，社稷危在旦夕，岂可稍事闲暇呀？因公士卒，天朝元荣，举兵仅为匡复，欲平其愤，只需皇太后答应一件事，不需一兵一卒，天下自然太平。既然以匡复为己任，那徐敬业为何不攻神都而攻润州、常州，要占据金陵，意欲何为啊？那是他的军机方略，或者另有安排。若意在霸业而名为匡复，裴炎大人又如何面对先帝遗训、天下黎民呢？哎，啊，徐敬业断不会如此。裴大人，这朝鼓陡然响起，只怕是预兆不祥啊。只要我裴炎问心无愧，请。请。裴炎，臣在。讨贼方案可曾一妥？一妥。奏来。当今皇帝已经掌成，但虚立其名，不行亲政，故天下一惧，忠臣怀忧，所以有扬州兵变，润州陷落。若太后以社稷为重，反正于皇帝，则不讨自平。这就是你们宰相行议的评判方略？是臣等安天下的方略。大胆裴炎，徐敬业、薛仲章、骆宾王等拖延匡复，实则挥兵欲拒金陵，图王争霸，已经是反叛。其叛贼薛仲章更是你的亲生外甥，一律早该诛你九族。可太后胸怀大度，不予问罪，反而委以评判重任，你却如此行事，反计昭然。太后，侄臣奏请将裴炎押入大理寺，一律勘审定罪，以警乱臣贼子效尤。大理寺卿狄仁杰，你以为如何？宰相不积极议征讨，罪当堪审，但裴炎所作为其真实心迹，不应以叛逆拿问。狄仁杰与叛贼同系，应与裴炎一同捉拿问罪。何以见得？启禀太后，臣等已得实报，徐敬业与薛仲章在扬州，为因公府请术士做法补战，战此为金陵殉王器，徐阁李唐命，所以徐敬业率领叛军攻陷润长二州，意在霸据金陵，夺我大唐的社稷，开创徐氏天下。这是我大理寺密探费尽心血收集到的战词，请太后御览。当殿传阅。
徐敬业、薛仲章为何如此啊？仲卿，你们认为如何？狄仁杰，臣在。着你钦察裴炎之罪。臣有本奏。奏。狄仁杰庇护叛贼，可见已存反意，应以一同捉拿问罪。我可证狄仁杰不反。不必多说，狄仁杰，奉旨行事吧。臣有本奏。奏。微臣可证裴炎不反，不应以叛逆之罪查问。我知你不反，裴炎反，奉旨吧。臣有本奏。奏来。裴炎设计元臣，细心奉上，对其外甥薛中章、徐敬业假行匡复、实行叛逆之事并不知情，臣亦证其不反。臣亦证裴炎不反。臣亦证裴炎不反。臣亦证裴炎不反。裴炎不反。裴炎不反。本太后知道裴炎反，众卿不反。臣等恳请太后圣察。太后圣察。来俊臣周兴。臣在。在。将裴炎、狄仁杰、陈子昂立即捉拿，勘审定罪。领诏。三位大人，请。舅父，我是薛仲章。皇上已封你为秦王。舅父，你不必迟疑，现如今的天下已经是徐家帝王的天下。畜生，你这个孽子，孽子啊，怎么能毁我大唐江山呢？你这个孽子，不孝子孙，怎么能毁我大唐江山？你怎么能毁我大唐江山呢？大你怎么也在牢中啊？下官是奉太后诏令而来。哦，此时是何日何时了？裴大人到此已经一天两夜，现在已经是九月丙申日的子时了。丙申子时了，裴大人，太后有旨，只要裴大人愿意平叛之策，仍可官复原职。宰相下狱还有生还的道理吗？可是太后之意是要裴大人在有生之年为大唐和黎民百姓尽忠效力。可是裴炎时至今日，唯有一死才能为大唐和天下百姓略尽绵薄之力了。裴大人，不要辜负太后的一片心意。
裴炎此生辜负太后太多太多。回想起来，我以所谓祖宗古训为人生准则，不以社稷民意为念，一再与太后对抗。凡太后陛下之举措，一概视为越位之谬行，以至于把太后打入了冷宫啊。太后以汪洋盛度，一次又一次把我从鬼门关搭救回人世，竟以奉家至尊亲临御史台，小以大义，负以重托，更亲受左相诬杀于罪臣之手。可是这一次，我本以为徐敬业真心匡扶大唐，谁知他和我那外甥薛仲章狼狈为奸，意在夺取皇权，使我大唐江山陷于战火之中啊。眼下我只有以项上人头回报太后，求太后务必赐我一死，让天下受徐敬业蒙蔽的官民幡然悔悟，反戈一击，使天下的叛贼毁我大唐设计的阴谋不能得逞。可是裴大人，不必多说了，呈旨笔来。是。速速呈送紫宸殿。是。李孝义和黑齿长枝两位总管所统的50万讨贼大军已成合围之势，逼临徐敬业的匡复府扬州。谢姚桓有消息送回吗？有。谢才人已独骑赶往常州，劝说齐先锋之军不可再追随徐敬业反叛朝廷。独骑前往？他说骆宾王也在先锋军之中。哼，虽是姻亲，但是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何况这支人马锐气昂扬，怎么会仅凭听他的劝说行事？启奏陛下。太后裴炎有急折成进。是。罪臣裴炎跪奏，罪臣之心志在维护朝廷纲纪，不意奸诡包藏祸心，酿成天下大乱巨祸。虽文武正裴炎不反，但不积极商议征讨，与叛逆何异？欲平祸乱，须除祸根，罪臣恳请处裴炎以极刑，昭示罪迹，以正视听，以安天下。罪臣忘却谢恩，不胜涕零。裴炎的才智无人匹敌，天生的一代良相。太可惜了。你照明日辰时一刻押裴炎于都亭出战。是。
则天太后光宅元年，即公元684年九月，丙申，辰时一刻，押裴炎于都庭处斩。左右二营副将听令，深挖战壕高搭云梯，准备攻打常州东西二门。得令。中军听令，后令，只待东西二门攻陷以后，即向北门掩杀。动手吧。是。且慢。姚桓，你怎么来了？斩除裴炎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既然裴炎，那狄仁杰和陈子昂也就离死不远了。嗯，未必。太后真有杀此二人之心，咱们在捉拿之后并不关入天牢，而是放在雨林狱中坚守。说的也是，看来母后并无杀此二人之心。哼，此二贼公然为裴炎张目，若不除灭，可是后患无穷啊。殿下考虑的极是，但周兴认为更有一大祸患已融入贼军之中，若不尽早提醒太后除掉他，必成社稷大祸呀。你指的是谢瑶环？我还正想怎么数日不见的贱人呢。我江南耳目报说，谢瑶环已前往润长二州，与叛军先锋大将袁君健串通。叛军纪实骆宾王正是谢瑶环的姐夫，也在先锋三军之中。这还了得？请殿下放心，那谢瑶环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等掌握之中。只是，只是什么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顾及那个贱人干什么？我等并非顾及谢瑶环，只是担心他蒙蔽太后，借机奉旨出京，实则与贼军会合，共谋叛逆。太平表妹，你可要尽快奏报姑母，除灭这一干叛贼才是啊。来人啊，备车去紫宸殿。是。陆表，你看，姚桓，你这布告从何而来？你们从润州出发当天，薛仲章就在驻扎在润州后，在四门张贴出了这份布告，我就接了一张下来。陆兵王，这是何人所发布告？匡复府。真的？是啊。匡复府匡复上将英国公李敬业奉太子谕旨。太子是哪位太子？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徐敬业、薛仲章正在四处散发消息，说废太子李贤并未死，已奉在军中主持匡复大业。太子贤没有死吗？狄仁杰亲自收拾于巴州，怎会未死？为何用谎言欺骗天下？更有甚者，在这布告之中，他们还说太子贤已择吉日将在金陵登基，屹立匡复大堂。太子李贤既然已死，那这金陵登基又是何人？徐敬业。错，错，错。徐敬业果真以匡复之名行叛乱之事。太武教下令太湖义军立即解散。尽快返回故乡。是。将军，禀告袁将军，我三军被敌人重军围困。可辨明旗号？敌人旗号大书扬州道总管李和江南道总管黑齿文字。李
小易，黑池长治，神兵天将啊！是袁俊杰，还是太湖父老？骆宾王，罪该万死。师兄，眼下该如何处置？快快帮我上榜！袁将军，凡谢妖环，将我送至李总管和黑池总管营中，说明缘由，请将袁君君处以极刑，赦免我太湖子弟盲从之罪。我骆宾王也罪不容恕，樊老也将我一并上榜，送到两位总管处问罪吧。师兄，太后圣明，绝不会擅杀无辜。姚环奉旨捧剑出京，就是为了说动袁军舰大哥洞明实情。你们暂且稍后，静候佳音吧。真的应允放走被围的太湖君吗？太后谕我以尚方宝剑前来，并按实际情况从事。请李孝义总管依我口令，尽快解围吧。李孝义遵命，送过谢才人。总管请留步。大总管，太湖叛军在袁军舰的率领下十分猖獗，好不容易才将其包围，真的要解围吗？放狐疑不虎难呐。太后十分宠信这位谢瑶环，且我尚方宝剑在手，我怎敢不从啊。下令众将官解围。遵命。慢，立即派800里快役回到洛阳向太后禀报谢瑶环下令解围之事。是。叛军贼首徐敬业所率叛军已逼近金陵，贼势猖獗。平叛内军总管苏孝祥夜领军5000人袭叛军都梁山，被叛军击败，苏孝祥战死，5000将士全军阵亡。明正是唐肃义抚恤及封赏之事。是。念来。是。左卫果一将军程三郎在金陵争夺战中大败，被徐敬业生擒，叛军向徐敬业禀告活捉了李孝义。程三郎对徐敬业豪迈高呼，徐敬业听着，我左卫果一将军程三郎是也，不是李孝义大人。李大人已领大军夺回常州，不久即将进军金陵，你及你所统叛军即将全军覆灭，我死，妻子受无尽尊荣；你死，九族株连，叛逆之臭名永难磨灭。说完，大笑临死。丞相案前，壮哉程三郎，重加封赏。天可来，你在看什么？陛下，奴婢没有。还在掩饰，一看你浑身发抖，都已经拿不住奏章了。陛下，奴婢，我的近侍女官北湖齐女子，
也会被小小的徐敬业吓上啊。大不了金陵已经失陷，叛军已经在金陵，拥戴那徐敬业称皇称帝。展报。陛下。念。遵旨。平叛大总管臣李孝义紧急奏报太后驾前，展放案前。陛下，绽放。微臣启奏太后，我大军遵照太后布置，长驱直攻常州，并与黑赤长枝的大军成合围之势，把叛军太湖援军舰部进行包围，正欲进行宰除，才人谢瑶环捧上方剑下令解围放贼。面对上方剑，臣不敢不遵谢才人之令，但援军舰这五万叛军是徐敬业先锋，连线我州县城池，今解围放贼事关重大，微臣惶怖惊骇，故以800里急意回奏，请太后圣裁。这怎么会是他？谢瑶环所为，陛下，其中定有隐情啊。无论什么隐情，有尽早平定叛乱安定天下重要吗？迎风上方宝剑，其无上权威就在于定天下安百姓。谢瑶环竟敢如此，竟敢如此。启奏陛下。启奏陛下，才人谢瑶环有800里急意奏章送达。呈上来。奴婢谢瑶环，贵承太后陛下。当这封奏章送达东都时，想必陛下已然知道奴婢平时尚方宝剑，命李孝义将军解围释放太湖50000人马之事了。谢瑶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陛下，奴婢真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在这十分敏感的时候做出了祸及九族的大事。可是正如陛下平素时常对奴婢发出的感慨那样，姑且先不说徐敬业扬州起兵传袭天下到底是为了恢复李唐社稷，还是打着匡复的旗号实则窃取权柄，当今之事无论陛下如何尽心竭力安邦治唐，造福百姓，只要你不是男儿身，那这一切都不是丰功伟绩，而是大罪巨恶。正因为这样，徐敬业在扬州一呼便得到天下的响应，奴婢奉旨一路赶往扬州，亲眼目睹这一路之上几乎所有有人之处都在摩拳擦掌，必欲灭陛下而后快。
面对这种局面，只要天下知道朝政还是掌握在陛下的手中，那么朝廷下达的一切评判诏令都是不得人心的。因为人们认定徐敬业的举事是匡复而不是叛乱，而陛下才是叛乱大唐朝的千古罪人呢。可是本太后定要用钢铁般的手腕纠正那荒谬的古训。没有用的，钢刀长矛再不进杀不绝的是这男尊女卑的千年观念。苍天有眼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徐敬业自己暴露了叛逆篡权的丑恶面目，而以袁君健为首的50000太湖子弟最先识破了徐敬业的阴谋，也最先做出了脱离叛军的决定。虽然如此，你也不该解围释放他们呀。奴婢想到这50000颗明辨是非的心固然可贵，但更可贵的是有这50000张能说出真相的口。所以奴婢依然下令解围他们，让这50000张口向天下揭露徐敬业匡复的真相，应当强过数十万评判大军。耀华，你做得对，我的女儿。奴婢奏明心迹，不是为了求生，而是为了求死。当此动荡不宁之际，唯有展示你铁的风韵，才能尽快平定叛乱，救百姓于战乱。陛下，不要忘了你曾经对牵牛织女二姓发下的宏誓，为天下苍生的幸福安宁，你一定要把奴婢舍弃牺牲。